哎，同志，我们这儿不能随便进。我知道不能随便进，所以不是派小哥你来接我的吗？啊？我是电视台的编导阮青夏，咱俩加过微信的。是吗？哦，你这照片 P 的，我差点都没认出来。我是说照片很好看。就是我真人丑呗。 你好，我叫舒文波，欢迎您来采访。那里边请吧，我来帮你拿器材。不是我器材，是我行李。您不是就来3天吗？有意见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稍等一下啊。 这是景象的宿舍，这就是你住的地方。到了，走吧。 一会儿啊，住的不习惯，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我说啊。啊！哎，我刚想提醒你，这拉链有问题，要小心。你这是为什么不早说？我给你剪，我给你剪。哎！哎，你这……哎，你捏了要变形啊！ 放下！不是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来姑姑，我帮你。我的圣母玫瑰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。对不起。 我再陪你一个，这国内买不到，我托朋友才带到的。行，我先帮你把箱子拿回去吧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升降车，这个架子到时候可以升起来，更利于我们的狙击手击毙犯罪嫌疑人。这个车很有意思，它是一个伸缩车，到时候这个架子。 可以伸得很长，一般都在桥梁上使用。OK， 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我们看看下一个车。好。走。这个是装甲突击车，三级防弹，车身配有射击孔，上面有旋转炮塔，电击发催泪弹发射器。这能上去看看吗？可以。你小心点。 这个是独立可升降监控云台，确保我们的突击队员不用下车就可以对外国进行监控和射击。嗯，我们去前面那车看看。好。这是防弹头盔，这个是夜视仪。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是红外伸缩视频检查镜，一般用于在大型场合，对一些场馆还有车辆进行排查，也可以在夜间使用。 这是一个成像仪，这可以拿起来看看吗？可以啊。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像不倒翁一样，扔出去之后，它的镜头永远是朝上的，可以在100米之内将图像和声音及时回馈到我们的后台终端。好厉害！这么大一箱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电动攀爬器，一般用于在翻越障碍、攀登楼宇，还有在楼梯间营救我们的伤员、传送装备的。 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抓捕手套，带锂电池的，能够让犯罪嫌疑人瞬间失去反抗能力。你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好呀。啊！
行，就扎这就行了。谢谢啊。说对，说对，啊，说对。没想到特警队员也会迟到。我。行了，我也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咱们就抓紧开始吧。毕竟谁也不想对着谁。高空索降视频拍摄，上吧。怎么了？不能完成吗，舒队长？能。怎么没看镜头呀？啊，还要看镜头啊？嗯，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。那我再来一次吧。Action！ 你最后怎么给了一个这么难看的 N 定位啊？我不会做表情啊。你看啊，咱们现在拍的是宣传片啊，宣传片就是要宣扬咱们特警的风采。风采，你看你这表情太吓人了。那我再来一次吧。好吧。OK， 这条还不错。啊，辛苦了。应该的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下来的时候有个点用力不好，拉到肌肉了。舒队，你是不是牵到以前受伤的位置了？你受伤怎么不早说呀？真没事，以前的老伤，稍微有一点牵动。你有要求，我都配合。邱夏同志，今天上午的事儿，我想跟你道个歉。邢队都跟我说了，你只是向郝队解释了米卡出人的原因，是我太果断了，对不起。嗨，没事儿，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那个啊，那以后我们都要注意时间观念，谁也不许迟到了。我觉得吧，是有点过分。我又不知道他受伤了，那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好，行，不怪我啊。你说明明是我先被这个呆子数落的啊，我搞得我自己那么内疚。那人家不都跟你主动道歉了吗？那还要我怎么样呢？捅一刀还给他？先不说这个。你就来这么几天，你买什么东西啊？啥也没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收发室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出来取快递。我是有人给我寄了炸弹吗？你那么多仇家，再算上舒文波，自求多福。你好，是不是有阮晴夏的快递啊？哦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找找。好，谢谢。是这个吗？应该是吧。我能借用一下吗？谢谢。什么？哎呦妈呀！
三抹玫瑰，还没用就碎成这样了。对不起，我再赔你一个。是文波把我的沙漠玫瑰摔坏了，给我买了一个山寨的。哦，让我看看啊，这紫这绿，画你脸上跟彩虹似的。是文波的这个眼光，嗯，好看，好看死了，好看。哎，你胳膊好点了吗？好像太没诚意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原谅我行吗？不是，太做作了，太做作了。哎，这药膏挺好使的，你试试。小夏同志，你来了。啊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没事。啊，有事儿。这个给你。对不起，特警有纪律，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。不是，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？这个药膏特别好使，消炎镇痛，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。给。谢谢，不用了。为什么呀？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这药膏真的特别好使，你试试吧。不，真不用。啊，你是不是怕麻烦呀？来来来，我帮你擦。别！小佳同志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为人民服务是我的光荣，配合你工作是我的责任。这么好的药膏，你就自己留着用吧。你不会还在生我气吧？我没有啊。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没有生气啊。你这个表情就是在生气啊。我真没有生气。那个，我现在还有工作，咱们约的是10点半。现在已经9点半了，一个小时以后，训练场见。哎，不，我都到了，你还让我等一个小时？你脑袋是直的吗？哎，来了。挺好啊，这次没迟到。我早到了，是你让我等了一个小时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啊，你也别介意，我只是想提高咱们的工作效率。我不介意啊，我这人气量最大了。你以为都跟某些人一样小气？我看你刚刚是在拍照是吧？嗯，我想拍这个楼，被你给搅和，而且怎么拍都拍不全啊，怎么？你这么俯拍肯定拍不全呀。你懂什么呀？45度俯拍显脸小，也会显得腿短。我腿短？那你把手机给我，我帮你拍。你拍？啊？你行不行啊？哎，你手机拿到了。别动啊！我看看。看看怎么样？这。你拍的这么好啊！啊！哇，我第一次被人拍出腿长2米的即视感，原来我条件这么好呀！我平常喜欢捣鼓捣鼓相机，玩玩摄影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把手机倒立过来，拍出来的照片就会形成一种视觉欺骗，让人看起来很显瘦。而且把手机放在人体腰部水平以下，拍出来的效果就会拉长下半身的线条效果。看不出来呀，原来你是这样的，舒文波。还有，你不胖啊？真的吗？你太瘦了，你应该多吃点。我妈说，女孩子饱满才有福气。哦。哎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去工作吧。你不是要采访吗？摄影师呢？摄影师在接待处等着呢。那今天刚好有野外技术战术训练，我这人也不太会说，我带你去拍点有意思的。全副武装那张，听起来很酷哎。走吧。下一组。他们俩刚才什么问题啊？出手不够果断。
接着练啊。是。怎么了？嗯，厕所在哪儿？厕所？没有厕所。你先过点事儿。那没有厕所，你们都不上厕所的吗？训练的时候不允许上厕所，训练跟实战一样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擅离职守。啊，是是是。那我现在想上厕所怎么办呀？你很急吗？急。那你去那边就地解决一下，那边草比较密，也不会有人看见。不行。这个地方平时很少有人来，估计还要再往外开个十来公里，忍得住吧？忍不住也得忍啊。不，你慢点，慢点。啊。好，我慢点。那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你到底快？没事吧，小佳同志？没事吧？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话。什么？没心情跟你说话？为什么呀？有事你说话啊！你有事我就开慢点。啊，小佳同志，小佳同志，你闭嘴开车！小佳，你衣服挂坏了，你要再动，你这衣服可能就全豁开了啊！那你别愣着呀，你帮我弄一下呀，我着急。好了没？你别着急。哎呀，你快一点儿！哎呀，我。脱衣服？什么？你把衣服脱给我。哦。几次神探竞赛才能救回来啊？看着跟刚才不太一样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素颜很丑啊！啊不不不，我是想说，你转过去，你别看。我想说，你这样挺好的，自然。真的？嗯。你看都没看。不是你不让我看。想想，赶紧走吧。哦，安全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也有用，还要警察干嘛？啊？走吧。哦。积极搞田欢倒是一把好手。哎，邢教官，我们能合张影吗？好。来，一二三。
教官，你没看镜头，再来一次吧。一二三，好了。嗯，我看看。看什么呢？啊，走吧。好。哎呦，闷死了！你怎么来了？还有我凑不了的热闹吗？我求好队派车给我送。哦呦，你真的是 party queen 哦。嗯。不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改行了？舒文波的衣服。舒文波的衣服？嗯。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？我也觉得这事儿很神奇，喜欢一个人呢，一秒钟就足够了。你都不知道他脱下衣服给我解围，然后又目不斜视的样子有多可爱。原来我的盖世英雄出场，从来都不需要什么大场面，恰到好处就行了。那你那什么什么，Andy Tony Crazy， 贵。那都是英雄踩的七彩祥云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论。那人家昨天给的衣服，你怎么今天还穿啊？我乐意，我天天穿我都愿意。请教官好，指教官好。舒文波，舒。哎，干什么呀？人叫你呢。不去，什么态度呀？去。坐这儿有位置。哟，还情侣装呢。小夏同志，你怎么还穿着我的 T 恤呢？这边又没有商场，我来不及买嘛。我昨天问过你说去不去商场，你说不用去。我就借你衣服穿一下，你那么小气干嘛呀？我没小气啊。哎，又去吧。这位妖精，唐僧肉可以吃，但是呢，要遵守点原则。你老看我干嘛？看我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小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今天出去买菜迷路了，还好小夏把我送回来。楼下就是菜市场，在家里我见你走三里路也没见你迷过路啊。那城里路多，比不得咱们乡下，那一条直道走到底。怎么，嫌弃你妈没进过大城市啊？不，我不是意思，我说你以后有事直接找我。人小夏工作忙，你没关系，我最近不忙呢，还找你呢。你那一执行任务，手机就关机，能找着你人那才见鬼呢。赶紧坐下吃饭吧。啊，来尝尝那鸡蛋饼啊，好吃吗？啊。妈，要是闲了，这叫你在家的手就差远了。你看这形状烙的奇奇怪怪的。这是阿姨教我做的，可能盐是有点倒多了。我吃的挺好的，你白天出那么多汗，多吃点盐好。嗯，哎，你看再吃两口，你也没觉得咸，还挺好吃的。多吃点，别客气啊，阿姨把你当自己人呢。吃吧，吃吧。嗯。妈，人家城里姑娘多注重身材，减肥。减什么肥呀？她都那么瘦了，多吃是福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太瘦了呀，不好生养的。妈，人家姑娘家的，再说人家胖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快吃吧。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她跟我关系大着呢。哎，来来来。谢谢阿姨，够了够了，你们喝，喝了它就心心相印，永结同心。
别管我妈，吃饭。喂。对啊，我这又给文波找了个对象。哎，我文波有对象了，不用介绍了。啊？什么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刚谈上的，城里姑娘，条件可好呢，长得也俊，干记者的，文化人，刚带我去烫了头。二婶，我妈瞎说。别拉我，正聊着呢。我说你呀，就别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我们文波啊，在城里啊，那抢手着呢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跟二婶瞎说呀？哪有的事儿啊？谁让他那么不靠谱呢？他二婶啊，去年给介绍了个姑娘，一到家里一看，没有新房子，那掉头就走。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呀？我在村里还怎么见人呀？对吧？对，绝对不能向这种人低头。就是。小夏，你不是这种势利眼吧？娘，没事，阿姨，我有房子的。我吃好了，你慢吃啊。别理他，咱们吃。吃。阿姨，您看这个其实特别简单，这个小动物三个一样的，只要连在一起，哎，你看就消除了。你试试。东西玩，我儿子不错吧？嗯，所以你能享清福啦，要送个好儿子。哎，这动哪儿？哦，就是，哎，这样。对，你看，就是文波如果工作特别忙，没时间陪你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玩，开心消消乐，打发时间，多好呀！我手机上没这功能，还得等你来啊，借给我玩。嗯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怎么红了？啊，就特别痒。哎，小波啊，哎，你快来看看小夏这脖子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。哎，你这过敏了吧？啊，吃个蛋饼也能中招啊？啊？我对鸡蛋过敏。你不能吃鸡蛋，怎么不说呀？别闹，这样。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买点药膏就好了。我帮你问过了，就是轻微的过敏，你吃两三天药就行。谢谢你啊，米卡。就是特别痒。你别挠啊。不痒啊。谁让你这么不小心的呢？就一小块鸡蛋饼，我以为没事呢。文波妈妈给我加的，我不好意思不吃。这舒文波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啊？他妈妈给你的鸡蛋饼，你就不好意思拒绝？我跟你说，这回不一样，阿姨可喜欢我了。哦，好，喜欢你啊，都喜欢你。那我等会儿去接你。你别来。嗯？哦，米卡，你有事儿不能来接我。那好吧，那好吧，你先忙吧。嗯，不用管我了，拜拜。米医生吗？他在忙着呢。啊，药买好了，谢谢啊。我们走吧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怎么这么严重啊？疼。对不起，我轻点。那边是不是有点不太？这回不疼了吧？好了，你回去记着啊，一定要把西药要吃上。嗯。你说你自己也不小心点，你明知道自己吃鸡蛋过敏，你还非要吃，身体是工作的本钱，你这不影响工作吗？我其实就想尝尝。为什么要尝尝啊？因为阿姨说你喜欢吃，我就想尝尝你喜欢的味道。我妈那个人就那样，她的话你千万别放在心上。我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，她看出来我喜欢你，所以想撮合咱俩呗。
你那么吃惊干嘛？你又不是刚知道我喜欢你，只不过我第一次说而已。那个我是觉得行了，这个那个，我知道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努力，我也可以等，我会向你证明我阮星夏是个好姑娘，你跟我好不吃亏。我知道你是特别好的姑娘，我那个。我到家了，那我先上去了。你到家了？这儿就你家呀？啊，我要是刚才告诉你我到家了，你还会坐在这儿替我擦腰吗？嗨，你别叹气，我的小心思多着呢。我是你今天才见识到。喂，行队。是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哎，就你们。到底喜欢什么口味呀？笔、心，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心心相印，永结同心。真是文波，你为什么就看不见我的心呢？什么目标？不找了。怎么着？从良了？别二且。什么从良？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是除却巫山不是云了。这么肉麻？你这是遇到真爱了？老板，吧台那边有个小姑娘连喝三轮，一边喝一边哭，然后他们怕出事情，所以请你过去看一看。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的？倒酒，就是他。倒酒啊！你走吧，我来处理。给这位小姐来一杯蜂蜜柠檬水，要温的。是你啊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跟我说说呗。本小姐顺心的很，因为是文波，为他，他配吗？素文波这个榆木家土豆脑袋！姑奶奶，你别这样啊！你也算个名人，咱俩要被拍下来传网上就完了。完了？谁完了？文波这个混蛋，他完了，他完了。喝了它，明天会舒服一点。喝蜂蜜水，不是未成年少。不是蜂蜜水，蜂蜜威士忌。热的。
喝。怎么了？这酒没酒味儿，连酒都欺负我。我腿没有，我让他欺负我，他欺负我。还以为你跟我一样是游戏人间的花蝴蝶呢，没想到你对一个狗尾巴草这么认真。苏文波，你来了。你欠我钱了吗？躲什么躲？我没有躲呀。晚上八点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地址我会发你的。我今天晚上……我不管你有事没事，总之今天晚上八点见。你不来的话，我会一直等。我。我朋友从泰国回来，给我带了几盒膏药。你不是说你妈有风湿吗？我回头给你留两盒。不用麻烦了。不麻烦，兄弟之间你客气什么呀？哎，据说这膏药特好使，什么风湿呀，还有你跟克雷平时训练拉伤什么的都能用。啊，回头闪送给你。不。舒文波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肯定知道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，其实你也喜欢我。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会拼了命的帮我捡相机？你不喜欢我，我靠在你肩上，你也没把我推开。你不喜欢我的话，还给我煲粥。所以舒文波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服务员，上菜吧。好的。这家西班牙菜在网上挺有名的，所以想叫你一起来打卡。好。如果觉得吃不惯的话，我们下次可以换大排档。好。
我，你先说。我有一个东西要送你。什么呀？你平时喜欢拍照，我觉得这个跟你那个老款的相机很配，真好看。可惜我那个相机的快门在地震的时候摔坏了，到现在都没找到能换上，现在都在用朋友。改天我帮你看看。真的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夏，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希望你开心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也很照顾我妈，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。这顿饭我来请。所以你今天来了，还特意送我这个，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？是最好的朋友。最好的朋友，你确定这顿饭你要请？你别后悔啊，这很贵的。没关系，你开心就好。来，为我们的友情干杯。你怎么不喝呀？今晚归队，不能喝酒。没关系，我帮你喝。好朋友。小夏，谢谢你的小女儿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为我煲的粥。谢谢你叫我接门客。风的呼唤响起吧，你接受的最好朋友。我小心别抓着我的手，谁能够让你真的坦然原谅我在你心旁呢喃，你流浪的梦谁能够让你真的坦然。
难，原谅我在你心房呢喃，你流浪的梦在温暖，我不怕为爱再奋不顾身。今天说要在雨中练了吗？我也没收到通知啊。不懂。一双手怎足够勇敢？就算我总听不清你的期盼，能否别再让背影显得太伤感？哎呦，小醋桶，等一下，你怎么喝这么多呀？怎么回事啊？难受吗？想吐吗？睡，宝贝儿，再打扰你一下啊！小姐，咱们往这边来一点。你滚过去！好嘞。啊！你别这么窝着，好了，嗯，躺枕头上啊，乖。我不怕为爱再奋不顾身，我只怕让你为难。小姐，你的饮料。谢谢啊。应该是这儿，你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刷你微博喽。你不是说今天要来这儿打卡排雷吗？不是吧你？我对你没感觉，不要再白费力气。感觉这种东西吧，就像是电插座，你插上电，它自然就有。怎么样？要不要多花点时间了解我一下？我干嘛了解你啊？我又不跟你过一辈子。那我给你当军师吧，我保证你能拿最高分。不需要，我自己可以。输了吧，你让我试试。行行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我看你有多厉害。是不是很厉害？是你厉害，但我更喜欢自己玩开心消消乐。先生，请问你这边喝点什么？你好，分两单啊，他只是过来拼桌的。我请你又如何？我干嘛要你请啊？其实朋友之间呢，我本来没有这么计较，但是你这个人吧，比较容易意淫，所以咱俩还是分清楚点比较。小夏，哎，你看你练完了，我正好也练完了，我等你洗个澡，然后咱一块吃个饭，多好啊！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好巧啊！
你别告诉我你在跟踪我啊。这是缘分。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追你啊。我不一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也一早就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啊。哎，注意你的时态啊，有现在进行时，有将来时。是你现在不喜欢我。不是大哥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制造机会跟你偶遇啊。有机会呢，咱俩可以一起看个电影，K 个歌，玩个剧本杀之类的，增进一下了解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从来不养什么备胎。哎，一起玩就是备胎啊！我又不是开橡胶厂的，今天正好放假，你一个人，我也一个人，咱俩搭伙呢，吃饭可以多点菜，买东西有人给你提参考意见，看电影更好啊！双人套餐多划算呢，是不是？怎么，朋友都不愿意跟我做？不做朋友，当玩伴也行啊。这是朋友啊？没问题。双子杀手上了看不看？看啊，我最喜欢动作片了。A 呀。行，你说怎么就怎么。哎，双子杀手上映了。啊，陆峰发朋友圈了。这两个照片像不像？不是像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是连定位都一样。难道他们俩一块儿去看的？不是难道，是肯定。他们俩该不会是约会吧？书堆被红包发现了。我去，书堆怎么可能红包发现呢？不过书堆，我觉得你还是上点心吧。他们俩好像真像是一块儿去看的。要不你才被陆峰这小子下半场逆袭了。别人的事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？行了，刚不是说要洗澡吗？赶紧吧。不是，哎，书队，你得上点心。哎，书队。请问需要点什么？啤酒。我不喝酒。我也不喝酒。我自己喝。哎，吃点什么呢？要不我们吃个虾？虾行。来个虾。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？爱吃寿司你就点吧。寿司。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鱼吧。他爱吃鱼，点一点。你能不能点个硬菜？点秋刀鱼，再来个火锅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哎，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？看哪个呀？就看《双子杀手》呗。那我买票了啊。买几点的呀？现在一点，三点差不多吧。三点啊？啊，那么买三张。三张。三张。哦。哎，还有大同碰头啊，大同。你可真能吃。
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况，咱俩这电影估计来不及了。已经来不及了。三张电影票100多啊，还有一个大桶爆米花呢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俩先去看，他说不定回来了，他还在这儿呢。我看行，他世界里已经完全没咱俩了，在另一个时空。明白了。怎么了？我没事儿。什么？我得稳住他，我掏钥匙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钥匙没拔，钥匙。知道。小心掏，掏，掏。扶着，扶着，扶着，扶着胳膊。对。真是服了，自己嘛，嘴上说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，然后就把自己搁成这样。看来是喜欢了。他喜欢他倒是说呀，他不说，自己在这活受罪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？还是我比较懂他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你还有一段不可言说的故事啊。小夏，你别走。小夏。你听我说，哥，我不是小夏。小夏，我从小到大就追女孩，我就没追过。谈恋爱，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你就算了，你不行。你不行。不，我不行，不行，我也不太行，我不行。我为什么不行？我小夏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哎呀，书队，我不是小夏，我是小念。小夏，你听我跟你。哎呀，哎，真让人可怜啊！看得我都要哭了。走吧，还好咱们俩单身。嗯。这种瘤呢，大多是良性的，恶性的可能性很小。但你的问题是，这个瘤太大，必须尽快治疗。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。哎，兄弟，怎么在这儿啊？找你半天。怎么了？忘了，小夏找你采访，所有人都在会议室等着呢。哎呀，快走吧，你换身衣服。把这个画面一定要带上，作为背景，好吧？然后水平调一调，别上来就拍歪了。啊，好，没事。喂，我今天采访你们家邢队长，你有没有什么想问但是不好意思问的？我帮你。我没什么，你别乱来啊，不许为难他。呦呦，你这是典型的见色忘友。好的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好的，你小子现在就开始耍大牌了，这么多人等着你呢。不好意思，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？没睡好吧？那个我不习惯采访啊，要不然您来吧。不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习惯。你是我们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，即将代表我们参加警队大比武，以后啊，各种采访多着呢。我们准备好了。
王青松，去吧。啊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开始了。好。邢队，作为江宁市特警队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，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你是怎么走上特警这条道路的？我高中开始练射击，之后拿了全国的冠军，再之后进了警校就成了特警。那我们都知道做特警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，那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呢？总得有人去承担这份辛苦和危险。那中间有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不做特警的时候呢？没有。停一下，邢队，你回答的都太简洁了，我们特别难剪，能不能稍微多说两句？哦，好，我尽量尽量。接下来马上就是全国公安系统大比武，之前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蝉联了2年的冠军，而且您自己也是射击的双冠王，那这次有没有信心继续蝉联呢？有。我们会全力以赴，不辜负所有人对我们的期待。您之前一直都是在一线工作。但我也听说您还是警院的客座老师，会去警院给学生上实战课。那一线工作这么忙，未来如果成家的话，有没有考虑过不再做一线了？行队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警察的话我能做什么。不好意思，就到这吧。那今天就先到这吧。小夏同志，不够的素材咱们以后再补录可以吗？行，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回去整理一下。把今天录制的先剪一剪，不够的再补。你们队长情绪不太对啊，你多留意着点，别让他压力太大了。好，我去看一看。哎，小夏，你不吃饭了？你们食堂饭不好吃，你不知道吗？小夏姐，要不我先去车上玩。你们邢队没事吧？他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还要再来一趟。没关系，工作嘛。那不小夏吗？怎么回事啊？车胎爆了。哎，扎什么东西了吧？爷，不知道。去把这摆上。怎么搞的呀？不知道啊，就开着开着就。来，我帮你吧。
我去送材料。不不不，你们忙。你没事吧？刚才。没事。这个换好了是吧？啊，我换好了。你脸脏了。哪儿？有吗？手脏。哦。拿着擦吧。谢谢。一会儿，李念会回来接你吧？那他应该会回来接我。那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今天谢谢你。没事。来，我帮你。慢点，慢点开。喂，你现在回来接我？不是，他已经走了。我没骗你，他真走了，你别闹！你哎，喂！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靠谱一点啊？你答应好别人的事儿，你干嘛让我去？不是，这事儿他真不能怪我。那我答应他的时候，我今天有时间呢。那谁知道罗婷突然之间跟我调班，我得执勤。罗婷呢？罗婷她家里来人了，她有事儿啊。哎呀，你就帮我去一趟吧，说我表妹还等着呢。人说了，你只要去200块钱一个小时啊，你就教她一些什么那个防身术、跆拳道、散打，就教她这些东西就行。你，她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。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妙龄少女受迫害吗？嗯，我说你哪个表妹啊？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？哎，我表妹多了，你想了解哪一个？啊，行了，我到了啊。我想象什么时候成你表妹了？你怎么来了呀？李念呢？啊，他有事儿，叫我过来了。你要学跆拳道啊？嗯。有人跟踪你？我也不确定，就是有个变态说是我粉丝，天天在微博私信发我好多恶心的话，关键是还说出我们家地址了，太可怕了。那你直接报警啊！这种情况不能立案吧？他也没有行动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难道警察能24小时保护我呀？估计就是个变态键盘侠。哦。我跟李念说好了，200块钱一小时。不用。跟你当然不用了，咱俩是好朋友嘛。像你这样的初学者，我先教你点自由搏击。右腿后撤。重心后方，双手护住自己的脸颊，因为这个部位是脸部最脆弱的部位，很容易被对手 KO。用腰部带动你的大腿，再看一遍，腰部带动你的大腿，教一遍慢的啊。嗯。起，用腰部踢腿，撤回，一二三，再试一遍，一二三。再试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。接下来我们练习前踢，发力方式跟刚才一样，只是方向不一样。
你看一遍我就吃饭。试着坐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踢，收，一二三，踢，收。在人体最脆弱的地方，一个是咽喉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。你要不这样，咱们实战感受一下，来，你试试。我不会踢着你。没关系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往上踢 ，OK。一二三，漂亮！一二三，有劲，看踢，有力。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来。文静，一二三，走，漂亮，一二三，走，好。你现在筋儿不够松，所以你发力不好，踢不准。我帮你抻抻劲儿。哎，疼！你平常不是练过瑜伽吗？我没拉过这儿。来，放松，坚持住。膝盖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腿就是得是。来，先起来吧。今天练的差不多了吧？啊，好。撤。那个，你就当做是好朋友之间的 goodbye kiss 吧啊，你别放在心上啊。小夏，哎，小夏，你找我们树对吧？我去帮你叫。站住！我不找他，我找你。你找我，找我干嘛呀？我那天明明是跟你约的上课，你为什么换成树文波去？我那天值班。值班？嗯。我信你才有鬼呢。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他拒绝了，我丢人都丢到太平洋去，你什么意思？落井下石？你故意找我乐子是不是？不是啊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我，你说呀。哎，我不想看我们树队受罪。他受什么罪啊？好，你不说是吧？你不说我就去告诉郝队，说你利用职务之便勾搭我。你别闹了，他多喜欢你啊！说什么？我说我们树队喜欢你，他那天喝多了跟我说的，你是没看见他那样，特别让人心疼。不可能，他跟我说了，我们只是好朋友。那是因为陆峰也喜欢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让给陆峰，把我。然后。他那天为了你喝了个烂醉，要不是我和罗挺拦着，他早就被郝队扒了皮了。他那天喝多了，把我当成了你，拉着我不放，就这样抱着我，你说他难不难受？还有啊，那天他跟你吃完饭回来，我看见他一个人就在这个雨里面跑。哎，小夏，一个人喜不喜欢你，不能单听他嘴说。你要看他的眼睛，树队，树文波，他眼睛里面全是你。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，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。客气了，都是小事儿。其实那个相机呢，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，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。
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，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。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，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。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。你说的真心话？当然了。我觉得也是。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？这个药膏特别好使，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。给。谢谢。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。我跟你说这药膏真的特别好使，你试试吧。快快快，我这不点到我这边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就是我的。过去吧。小夏，谢谢你，但是我真的不用。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？我是请大家吃的，你没有资格拒绝。春阳的光辉洒过夏至上的蝉鸣，花还在追逐着微风无情。一直到惊慌秋雨冬雪后的寂静。哎，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。我哪知道他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。咬哪了？这个两边都咬了。嗯，你拿手搓吧。把这个放你这儿，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。你不用啊，我皮糙肉厚的，那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。那你为什么要戴啊？你是怕我被咬吗？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？秋夏，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希望你开心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也很照顾我妈，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。那今天这顿饭我来请。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，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？是最好的朋友。好了，小心。悄悄的告诉你我还在这里，快乐的秘密原来就是思念着你。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最近老有人往他办公室里面寄东西，还往他家里面寄，挺烦人的。我跟米卡都劝他了，说让他跟米卡住一阵，但他不听了。不行，训练结束，我得去看看。这种人知道了地址，一般都会去现场的。嗯，行。哦，对了。我今天看你训练手有点抖，怎么样啊？时间长了还是不行，所以这个训练的节奏也得把控一下，到时候比武也得出个方案。也得保护好你，不要因为比武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恢复。嗯，我知道。不好意思，
请问七号楼是这边吗？七号楼在那边。谢谢啊。阮清夏，其实我是来找你的。我送你的礼物你还喜欢吗？哎，别跑，害你了。你别过来。你专门还为我学了这个？你别过来。你对我太好了吧。别怕，我来帮你。你别过来。我来帮你。你别过来。你别过来。哎，别怕，我只想亲亲你。让我。你别过来。别怕，别怕。别过来。别怕。别过来。我只是想。别过来。什么人？为什么冲动呢？我是他粉丝，我是假扮变态来吓唬他的。少废话！经理，小夏，没事吧？经理，少废话！我是假扮变态，吓唬他的。哎，别！啊！你混蛋！行吧，这些没事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，我先请你吃饭吧。你刚才救了我，我应该感谢你。哎，不用。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？邢克磊跟我说了这事儿，我们俩一商量，他既然知道你办公室，又知道你家，那肯定会在这附近出现的。他还给我寄了我最喜欢的猫吉拉，发誓我再也不喜欢那个，太变态了。猫吉拉？你不知道，就是一个玩具，是一只小猫，大概就是长这样。是这样的吧？哦，对，你怎么知道呀？送到你家快递柜的那个是我寄的。啊？没事，已经过去了，证明这个东西跟你没有缘分。你给我寄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呀？你都不认识他，而且你上哪儿买的呀？那个很难买的。对，我自己做点功课我就知道了。不是，小夏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生气，不就是个猫吉拉吗？猫吉拉玩具，我再给你买一个。你别，孙波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是，我喜欢你。为什么不早说？是我的不对，我的问题。你改吗？我改。我现在就改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一直觉得你跟陆峰更合适，我也一直没勇气告诉你。我今天我就大声告诉你，阮清夏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，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我和你有点奇妙，有点搞笑，吵了又吵。你是我的了。黑白颠倒，同手同脚，不太协调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火星怎么撞地球。你是我男朋友，是文波，你是我男朋友。祝你们幸福啊！我和你共同喜好，虽然太少，鱼和飞鸟也会遇到。我和
你南极北极冷热交替，转眼又是清早，我就是一板一眼带头带到，我知道，哎，我全都知道。爱上了木头人，身上钱包，你被我气得发烧，两脚趾头差点昏倒，我努力研究解药，不惜恋爱的诀窍，请你别转身走掉。你对我有多重要，打着灯笼宇宙太空都找不到，我被你自信的笑深深迷住，心砰砰乱跳，我就是一般一眼带头带脑，我知道，哎，我全都知道。我一会儿归队，今晚要加练。小夏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没快快看我这个。我不会玩，我看你总在玩，好玩吗？好玩呀！你别看你是特警又是狙击手，你不一定有我玩的好。你快快，你不信你试试。我想跟你玩一下，快！我不会玩。你怎么不会玩？这不是有五个小青蛙吗？你看你一连，就这样，然后。哎，厉害吧？嗯，这样。你真不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，当时我自己去买，我还找贤哥来去。小姐，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，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，直到今天，我才允许自己真正去体会你跟我所说的。和所做的一切，是你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其实，在灾区的时候，我就有想过，无论我们两个人剩下的日子是五分钟，还是五十年，我都决定好了，以后的日子，让我来陪你。谢谢你，阮静霞，教会了我如何去爱，以及被爱。阮静霞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为谁好看？为何我后知后觉的等待，读不懂那喜欢？我要会心一笑的周旋，剧情扭转，让情绪可以交换。爱情能被点燃，像条河畔中凌乱，各种好事将近了，嚯，这大钻戒！哎呦，邢队可以啊。邢队，怎么看着有点吃醋啊？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。别跟我比，我这个呢，主要是父母足够努力。小钱，小钱，小钱儿，邢队，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，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。是，嗯。那这真得看看朱元静，人家现在还执行任务呢，我不像。米医生，我觉得你得给我们刑队上上思想教育课。教育什么呀？教育你是不是欠摔啊？正好今儿结婚，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。咱俩来这儿比划一下。别别别，来个表演。大喜日子，跟我们受不了。今天呢，谢谢大家都能够抽空过来，因为不是正式的婚礼，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简单一点，就请大家过来聚一聚。然后我把话说在前面啊，今天一概不收红包，你们也没准备对吧？行，大家就吃好喝好，开开心心的。好，这个准新官是不是得说两句啊？对呀，啊，说两句，说两句。哎呀，哎呀，好，说的真好啊。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啊，我是怎么着，树队，你们这还想结第二次婚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啊，我很谢谢小夏，嗯。
因为他的坚持导致我、哎、你想好再说啊，反正现在婚礼还没有办，我随时都可以反悔呢。不是坚持，是坚定。因为他的坚定给了我足够的勇气。但是小夏，如果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一定不会这么犹豫逃避让你受伤。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爱你。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，也因为遇见你，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谢谢你，小夏。他俩真挺合适的，小夏的欢作飞扬文博都能接得住，也能包容他，他们一定会幸福的。来，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，我特别想把我的幸福和我最好的朋友米卡一起分享，我希望你是下一个得到幸福的人。邢克来，哎，好好对我们家米卡，知道吗？是。来，大家来一起喝一个，喝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既然要喝，不如你们俩喝个交杯酒，好不好？交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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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杯。今天是你们俩的主场，那我不介意的，你介意吗？我不介意，我听你的。我也不介意，来吧。来来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跟咱们苏队来一个，来来来，苏队，今天别拘着了，开心开心啊！悠着点，悠着点，干了干了干了！哎呦，这酒量，哎呀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苏队开心，好不好？我先干，你们再挨个来啊，有仇报仇啊！好好，来，苏队，苏队，我先。干一个！哎呦我的妈！你这酒量真没事。阿伟，到你来，行，干！报仇啊！一拳前行，输的前，输的输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听着节奏有点快。没事，快什么呀？平常的你也不是这。这样，输的我跟你喝一杯啊！这杯酒你必须得干了。有话说，怎么说呢？哎，想啊，想想想，看他能憋出什么词儿来。来，赶紧想。那我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我要这个小子现在说话，哎呀，找死啊你！现在就开始教坏我老公是不是？没有，哎，这种喜事可不敢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啊！我不开玩笑吗？反话。来这酒这么好喝呀，都没人敬了还自己喝。当然好喝，以前我妈跟我说啊，这个酒寓意特别好，比心比心，心心相印，永结同心。现在终于实现了，永结同心。那人家刚才还祝你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呢。那也只能是你，换别人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的心只会跟你的心连在一起。小夏，我真的特别想感谢你，谢谢你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个家。那我都给你一个家了，你还这么喜欢管我叫小夏呀？
老婆，老公，老婆，老公，老婆。刚才舒文波对小夏说我爱你，辛克莱，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，你爱我吗？你应该问我，我到底有多爱你？都入库了吧？都收好了。行。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哎，舒远，你去哪儿啊？人家家有娇妻，今天周末，那肯定是回去陪老婆呀。哦，我这就是话多，哎呀，疼。明天加跑两圈。舒队，你这就针对我了，我找嫂子告状去。哎，舒队，邢队去长岛那边交流去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去那边帮他们当3个月的教官，估计还得一段时间。漂亮。怎么着啊？嫌我虐你们虐的不够啊？啊，那行，我可以跟邢队商量一下，让他帮忙来出训练方案。哎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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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快回去没事没事，我回去，你先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娇妻等着你了，出来打电话。这，快点，快点走。老婆，我们进去睡吧。在这儿睡会感冒的。不是说了不要让你等我这么晚吗？进去睡呗。小夏同志，嗯，我发现你今天爱撒谎了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嗯，你自己下来走。我不要。你确定不下来？我不下来。那我松手了。你不敢。好啊，你说不，你现在敢耍我是不是？谁耍你？你信不信我让你跪搓衣板，跪上搓衣板？我不信。你不信？不信。哎，你这怎么现在还耍流氓呢？你现在还在耍？从哪学的坏毛病？好。
120，120，120，120。看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轴呢？一天不练又不会怎么样。每天的训练都不能落下。23天养成一个好习惯。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吗？反正20多天就能养成。我觉得你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。你看你把客厅弄得多乱呢，啊！谢谢老公帮我收拾。小夏，以后请老公继续照顾小女子哟。你不要影响我训练。我不要影响你训练啊。嗯。周末好去处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们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下期小夏带你去巷子里寻找满汉全席。OK， 好了，搞定。小夏姐姐，我们可喜欢你了，我们全程全程节目哪能合个影吗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谢谢。我们在哪儿？在那儿。在这儿吧。好嘞。3、2、1，好。谢谢姐姐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拜拜，再见。陈小姐，啊，你专属司机来了。哎，快快快，帮我搞定就好了。来来来来，老公。哇，这公共场合你怎么这么夸张啊？这叫夸张吗？公共场合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好的，梁花。停。说了一早上了，喝口水，润润嗓子。老公，你真好。一会儿没事的话，帮个忙吧。什么忙还需要我伺候啊？结果你说没你去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吧。嗯。嗯。啊，真的累了。一会儿回去给你按摩。真的？嗯。你说的啊。必须的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啊？嗯，我你是想吐、啊？